松将在周日登场，赛前记者会现场国内外精英跑者齐聚一堂。由于2017世大运将在台北举行，这项路跑也具前哨战意义。除了台湾首位取得世大运半马资格的国北教大研究生曹纯玉，里约奥运国手陈宇璇也要以78分08秒的标准好好努力，瞄准参赛门票。刚从广州半马回来，就是其实自己的身体还是有一点不太舒服，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借由这一场，就是好好的调整，然后如果可以的话，我还是会尽全力看自己的，看现在自己的成绩能到哪里。这项活动迈入第30个年头，赛道路线特别做出调整，首度纳入4个古城门，着重市区路线的设计，不但能让跑友欣赏台北人文历史的一面，对精英选手来说，也成为冲刺最佳成绩的一大利多。在合并的部分有减少，就是觉得，对自己比赛的成绩应该会提升一些这样子，因为合并的风其实。平常在那里训练的时候，其实风是蛮大的。台北的新面貌，也看到台湾的历史，但是最重要也是看到台湾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创新的地方，所以我想它是一个传统加创新的一个崭新的一个路线。台北马拉松将于周日6点半起跑，台湾英雄陈伟英也将现身鸣枪，期待所有跑友都能尽情挥洒汗水，享受路跑乐趣。未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。